顺利是我的速症病人，我从来不避讳这一点。病人撞到急诊处，难道我问他说：“啊，你眼睛怎么这么痛？”在他内心的深处，他确实是墨绿的。哦，这一点我是相信他。基本上，他两个礼拜前拒绝了蓝白合，我觉得他的大方向就是对的。哦，不要跟魔鬼交易，至少你柯文哲男子汉大丈夫，你站出来为你的白色力量，那么做一个总结，对白色力量的支持者要有一个交代，这才是对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在他内心的深处，他确实是墨绿的。哦，这一点我是相信他。第一点哦，胜利是我的速症病人，我从来不避讳这一点，因为我是二八家族。问题是哦，如果当台，我也常常用那个例子，我在台大当地震啊，病人撞到急诊处，难道我问他说：“啊，你眼睛干嘛扣眼洞？”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赵小莲要帮忙，我帮他撞结构，连任何撞枪，我们就帮他开刀。阿平有一些身心症，我就帮他看。所以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过去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现在。那下面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来？我这一次你知道，在我们那个不分区地有第一名，我真的是力排众议。人家说啊，你怎么会让那个外配入配要进我们的那个安全名单？我说这是一种思想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的社会。我再讲一遍啊，我们都有不同的过去，问题是我们活在共同的现在。然后下面一大家就要思考，我们到底要不要走向共同的未来？